The Baron Wellness 尊享客户计划，客户群建立和个人积分增长的有效工具，让我们了解它是如何工作。您的首要任务，学习操作个人积分200和500积分。为此，每天大约一到两个人进入 The Baron Wellness 商店，并立即将他们迁移到自己的客户聊天室。与 The Baron Wellness 工作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在全球有很多线上和线下商店，以及尊享客户计划。客户的主要优惠，节省家庭预算，购买金额的5%、10%或15%返现到现金账户。后续购买可以使用此账户部分或全部支付。现在说一下顾问获得的好处。如果客户的订单少于30积分，则不会获得返现。顾问获得其购买额的25%。如果购买超过30积分及以上，客户将获得5%的返现，顾问及客户购买金额的20%。如购买超过50积分及以上，客户将获得10%的返现，顾问及客户购买金额的15%。如购买超过100积分及以上，客户将获得15%的返现，顾问及客户购买金额的10%。如果尊享客户每月购买50积分及以上，他将成为会员俱乐部的成员。6个月后，公司会送给他一个爆款产品。如果完成尊享客户俱乐部的条件，客户每年获得2个礼物。介绍会员俱乐部的好处，尽可能多地邀请客户加入到 The Baron Wellness 的尊享客户计划。对于每位加入会员俱乐部的尊享客户，半年内您将平均获得1700卢布。会员俱乐部的尊享客户越多，您获得利益越多。The Baron Wellness 尊享客户计划，对客户有益，对顾问有益。